真的是很抱歉，跟大家要说一声对不起。余带哽咽，陈奕迅杭州演唱会第五、第六场因声音出状况，只好临时喊卡，各往后延两天。没想到，原定27号就是延期后的首唱，但陈奕迅当天下午表示很遗憾，声带仍然没好转，紧急治疗后没恢复，听从医生建议休息，抱歉再次令大家失望。27、28号的场次择期公布。其实第四场时，医生还保持绝佳状态。encore时飙唱名曲《孤勇者》，当时还正逢巡演第100场，心情非常好。100场，你要庆祝一下。所以体会是不一样的。然而隔天彩排时，发现喉咙很紧，状况越来越糟，他亲自跟粉丝说明道歉。歌词 ，That's just life。笑对现实的无奈，笑不出来。想的时候，如今二度延期，主办方也公布可在时间内退票或转赠，外地歌迷损失的交通住宿费也会有相应补偿，粉丝大多体谅，盼偶像保重。 TVBS 的新闻，周一波洪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